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披瓜，我是猪，我是瓜。我们现在来到东莞处的都立游客中心，没错，我们现在进去逛逛。好 ，Let's go。这边有超多人在这边拍照的，你看大家在石头上面做瑜伽，哇，你看这边风景超棒的，它就是你会看到整片的海，对，你可以坐在这边，可以带个眼，悠悠闲闲，你看，就是有这些椅子啊什么的，可以坐在这边，很舒服。那就是一个舞台啊，其他有一些什么装置艺术这样子。这就是那个之前月光海的。月光海的场地，白天的样子。里面不错、欸。要从哪里开始？我们从右边，这是左边。我们从右边开始。好。现在有小镇的摄影展，这里还有导览。这里有一个触控的导览。对，看一下深度旅游。你不要把它戳坏了。我就看你多会按哦。先走喽。上面有水母。这是以前人画的，对不对？应该是，全部都是用海肺做的海洋世界，水母都是用宝特瓶做的，它就是挂那个线，然后钓鱼线，它就会有鱼的影子。哦，小镇漫游摄影展在这下面，最近是展摄影展，之后是展什么展就不确定了。这里面还可以骑脚踏车，那给你一个自行车体验。你今天想要在哪里骑？我要去大峡谷。好，我回去帮你 key。你看这个峡谷好漂亮哦、嗯。这边的地板还有一个大富翁，这边还有一个泛舟体验，不知道可不可以玩呢？好，现在瓜体验那个冲浪。哇，很快呢哦。很强，换我，根本不用跳，那我跳得那么辛苦干嘛？为什么？不公平！准备好了吗？我是什么？我是红色吗？我赏你两颗椰子。我没有椰子了，太大力了。这好像是那个牙刷架跟筷子的。刚刚在游客中心里面听到有一个广播说，等下两点整有一个表演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这个表演。现在可能还拍不到人，但是人已经蛮多的。超大声，吓我一跳，超大声。好，哎呀，干嘛？真的
前面，你要是没有头，他是不会走的。连那个坐在那个凉那个凉亭的都要收。对，哎呀，干嘛？去哪？旁边还有一个草堂甜品屋，珍珠鲜奶，好喝。它珍珠还算蛮粗的。我们还有个烤马蹄，对，烤马蹄现烤，要等5到10分钟。烤马蹄好了，哇，看起来不错吧？怎么样？你看，哇，看起来不错。是什么口味啊？它上面写说是地瓜、小米、糯米，真赞哎。对啊，看起来很好吃，还不错，好像一只35，贵，贵，蛮贵的，我觉得。那没有甜甜的酱，因为马吉本身没什么味道，所以沾那个酱。嗯，那酸酱比较好吃，对不对？嗯，就会甜甜的、啊。对，那马吉就是小米的味道，不过我觉得还是蛮好吃的。嗯，它很软，不是那种 QQ 的那种。逛完了。对，我们刚刚逛完了，然后外面呢还有很大一片，然后有装置艺术的地方，对，还有草坪、嗯，对，然后大家可以自己来慢慢走，慢慢逛，然后晚上这边看月亮、看星星都很棒，很适合躺在这边，就带个野餐垫，对对对对，晒日光浴，对，什么都不做就在那边躺、嗯，很舒服。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喽，拜拜。